这个在打麻将的蜜蜂哈，休息的蜜蜂，现在开箱看看，看看这一箱有多少蜜蜂，一二三。掉下来，一、二，来看它有没有蜜。蜜开始要封盖了，来看看第二群，这是第二层的迹象。这里也开始有蜂蜜了哈，现在的蜜都是白花蜜。来看看第三片，这是昨天才放的蜂粮，这也是满满的蜜，但是还没封盖。现在手牵手的样子，每只蜜蜂都手牵手，做个好朋友。